我们义和圣堂来自于新义单位，属民国36年天丁天生新义堂何宗浩老前人原成道原德帝君带领几位前贤来台开方传道，于民国60年间道路遍及海内外，属下有31个单位里数，分则开展道路。义和圣堂就是属于其中的麻豆单位。民国57年，天然古佛灵坛命承前人为麻豆单位领导前人。民国58年，弥勒祖师灵坛素坛名为义和。我们承前人的瑞柱领导，承前人带领我们点团书及各全体道亲，为了开阔义和道场，度化有情众生，义和和谐，同心同德，积极寻找土地，新建义和圣堂道务中心。上天慈悲，多数神缘吉地。民国83年，于神缘山义和圣堂先建其临属佛堂，蒙师尊老大人灵坛慈悲开树，树莫薄诚心激励我们全体道亲更积极于神缘山义和圣堂的新建，全体同修积极奉献，出钱出力，并轮流义务支援营建工程，筑城感天，得蒙上天老母、诸天仙佛暗示，在民国91年新春正月一日，充分道场文化特色的新义神缘山义和圣堂顺利落成。义和圣堂落成之后，全体道亲秉持着师尊老大人的训勉，积极修道办道，除了国内外道务日渐蓬勃发展之外，更大力地推展国外的道务。现在。